们现在在一个米粉汤店，这怎么介绍？现在是中午的时间，然后今天早上我有去上驾训班，然后上了驾训班就冲来台北，因为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做戒指。可是 Mindy 之前我跟他朋友去做过，然后这次呢，他就选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戒指，然后据说要花5-6个小时完成。就我，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，但我想说我也不要做最基本，然后会跟 Mindy 撞戒指的款式，毕竟我们也不是情侣，好像不太需要做一样款式，就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成。然后我现在手非常的酸，因为我们昨天去做了瑜伽。前天去做了很 intense 的瑜伽，所以我现在手如果抖的话，大家可以稍微关带一下。就因为我们那天去做的那个瑜伽呢，其实像是中阶的瑜伽，因为我们去上之前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程度的，然后我就跟我姐去上，毕竟我姐她有去上过瑜伽师资的人。然后我那天去就是有个动作是要把脚就抬到头后面，要拉直，我完全不行，我就是这样子，然后那边一直狂抖，然后全班我往右看，每一个人都把脚放到头后面，我想说这个班也太可怕了吧。那我隔天就是手跟我的该臂都超级霹雳无敌酸。好，因为其实那节课是我朋友去上过之后，也是有上过瑜伽师资同学去上过之后说很舒服，上完很畅快。我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累，但是有妹她刚好是站在一个镜子前面，所以我虽然离她很远，还是可以看到她的表情，所以她表情都是露出很无助、很无助的眼神，然后看旁边说这动作大家怎么做到？不是因为那个老师是印度人，所以他通常都是讲英文或者是梵语吗？他都讲梵语。他讲，所以很多动作我根本听不懂，就是我现在要干嘛，所以我只能看旁边的人，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动作，就模仿他们的动作。做戒指，然后要先练习在这个铁块上面，这铜片上面练习刻字。我今天要刻的是18枯毛，就是2018年，就是才记得是今年做的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你自己18岁。不是，然后我是枯毛的名字。我这里也要开始正式打字，刻字。OK 了吗，老师？好、哦、OK， 我觉得可以，第一个字成功，第二个字才是困难的点。如果你是用左手敲啊？哦，不行吗？因为我觉得我左手是不是应该用右手拿锤子吗？大部分人是这样，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左手会晃。我们现在来吃点心，就刻完吃还有点心可以吃，有种被奖励的感觉。下午茶时间，你知道老师在那边很忙吗？就是因为吃蛋糕。所以我是要刚好丢下来，它就会到11:30才是一个正确的大小。老师说你也不用用锤子，用手的力量。这是一个正确的制作方式。神力女超人。这可能一般少女还是要用锤子。我是少女啊。可是你用徒手用。这样可以吗？还是还？我看一下。用手。我好像我在地上。我也是这么看的。大家，你太狠了。真的用手啊？没有，他前面已经先敲过了。我说这锤子的事情可以变得用手，很厉害。然后你可以做银的版本。好，正式来喽，正式开始。你现在是准备要敲第二个？对，你第一个已经敲好了。老师去退火了。对。就是我往上敲吗？你说没有交叠在一起，对。然后现在最后都他们都会再碰在一起。哦。对，你慢慢往下敲就可以了。
只有一个，然后用那么久。我手很酸哎。过了，两个都过了 ，OK， 成功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里，而且是热的，要把两个拼在一起 ，OK， 好，我要开始焊我的戒指喽，等下喷香水会喷零滴。老师，这样算有成功吗？我看一下，有，你有顺利结合。这若戴爸爸有老花眼，应该看不太到。这没有老花眼看不到，我根本看不到。你说我们帮你放大？这我没有老花眼都看不到。这放上去了。哎，那真的很小，很小，大家看有多小？该拍不到，但是很小。拍得到，真的很小，很小。来喽。对，神力女超人，所以进度很快。我刚刚是10分、5分钟吗？你手劲太大，所以一下就磨好了。还好我刚老师的前置作业有帮我做得非常的完整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帮你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而已。所以是看你力气大，一般人好像要3小时。所以后来这边打工是不是？你当时才10分钟而已，你后来那边打工。你们看，我要帮你加大力士头贴。谢喽。这是一般的老师才会做细修，让丽艳挑战看看。因为老师觉得他力气够大，比机器还大。傻眼，轻一点把我记得弄碎了。你们走上面拍你头发，感觉快要掉光。走开，感觉要 go away。就是试纸了，对，老师在加工中。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应该是有的吧，下完了。好像，没有拿到水的。要开心。哈哈哈！在别人店做我手，手会紧张。李眼的戒指好了。江，你们相信这是我做的吗？因为老师帮我就是修了很多细节，好像外面买的一样。来试戴一下。好紧张，我等下该不会戴不进去吧？是很适合我。丽艳的手指很粗，12号，so why？ 三环节，我觉得老师好厉害哦。是我做的，满意吗？满意。好，可以了。就是我们刚刚在做戒指前，每个步骤都有些用红铜练习，然后里面这个刻字呢是刚刚 Mindy 练习的，非常的凌乱的字，里面写了什么 K18 枯毛，然后黄铜上面呢是我刻的，所以老师就让我们环环相扣。快点戴。其实戴起来颜色很美。各位南西二馆拜拜 sell。好，刚刚金工老师跟我们说南西店二馆现在在大打折，所以他叫我们做完戒指就可以立刻来抢便宜货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就戴上了我们的姐妹项链。那你下面那个上面，这是我亲手敲出来的。你的也是，你也拥有了我亲手敲的一些字在上面。好，所以反正今天的丽艳先说她的。戒指初体验，然后也我们的姐妹项链初体验，就是老师给我们的惊喜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当时愣，当时认住，想说什么？
就感觉这种东西是要跟男朋友，或者是跟姐姐、啊。我想说，可是想跟男友，但现在收到是不是还是很开心？是觉得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跟男友会更开心。没有，我觉得老师真的很有心，因为他们一定想说，他们是一对姐妹，说他们两个送了我们这个东西，我们一定很感动。对，没想我们两个反应是，而且我们今天整场都是想要拿喷枪互喷对方，对，老师应该很害怕。对，然后我们说还好拿出来说，我们有说哦，我们有可以拥有彼此的创作。他们说，听到你们两个说拥有这两个字，他们都要落泪了。他到底他想说找这两个姐妹，原本想走温情路线，后来整出来是闹剧。好，反正呢，那我们今天这个 vlog 就到这里结束。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个拜拜，拜拜，好累哦，拜。